这些碎石土粒，要何时才能整理完啊？阿娘，您来帮你。乖女儿，你搬不动的，小心点儿，别受伤了。需要帮忙吗？啊？你是？路过的人。谢谢，这位兄弟，你真是太热心了。举手之劳，谢谢你热心的大哥哥。这些石材木料，先前也是替大家遮风避雨的屋墙，现在竟毁成这副模样。阿奇。 别玩了，咱们不像凤大哥那样有测地谋略的能力，能做的只有收拾这些石材木料，让这里恢复原状，使大家早日过上安稳的日子。喂，沐月，那个，我只是。 看到这些残破的家园，就觉得静不下心，总觉得要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告诉我？只是随口。突然想起，好像之前在义和镇也有过这样的对话。好像是这样。 宁儿，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找士兵大哥哥，跟他们多要些麻袋来装石粒。那也别一声不响的离开呀，这是要阿娘多担心呀。宁儿想说，只是去旁边一会儿。这样也要和阿娘说一声。要是你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阿娘怎么办呢？ 知道了，走吧，阿娘也跟你一块儿去取麻袋。 从前在村里，我从来没有跟阿娘、青梅交代过什么，总是自顾自行动。现在想想，定是让他们为我操烦了许多。如果当时能再和他们多说些话。 去吧，就按方才所说调兵部署，安排居民。是。没想到，这里的水患
以及边境受敌人入侵的状况已如此恶化，短期之内要想让这里恢复成原本样貌，只怕相当不易。据官员所说，水患灾情持续向北推进，若不能从源头施策疏导，只怕连国都都难以幸免。现在灾情如此严重，追根究底，不知那群羌人在暗中规划了多久，又是从哪儿开始下手的。宋哥哥，一切还顺利吗？嗯，不过阿强，其实你不用回避也没关系，可以一起来听官员报告。我可以吗？为何不行？你不是曾说自己不是在家等夫君的小女子，与其做无用之妃，不如贡献一己之力做臣？啊，你还记得呀？无非的一言一行，无权记得。那既然王子大人都这么说了，以后我就不客气了。哦，原来我的王子妃曾经客气过些什么？我才没你说的那么厚脸皮呢。是是，我的好阿巧在国内可当祭司，国外可当将军，内外兼修，这么厉害的王子妃我上哪儿去找啊？过了过了，我也没你说的这么好啦，方哥哥。阿巧，我对你隐瞒身份这么久，你怪不怪我？怪，当然怪。那什么凤玉指挥假借王子密令，管我这管我那的，还时不时骗我，最讨人厌了。但我的夫君子昭嘛，人还不错，是个为民着想的好人。凤哥哥，麻烦你对王子说一声，我相信他一定能给大家一个安稳的国家，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也会从旁协助他的。拥有这样的王子妃，真是我大伤之幸。不过呢，凤哥哥，为了我们的同伴情谊，我希望你帮我守住秘密，不要让王子知道我的那些缺点，例如常吃掉许多存粮之类的。我答应你，这是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阿巧的缺点只有我知道，在王子眼中的王子妃永远都会是最美好的女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木月，怎么了？司空爷，距离古神所说的日子时间已不多，我想即刻前往冰封天湖取得剑木原形木身。也是，凤大哥与阿巧应该还会在此地安置些什么，短期应离不开身。嗯，我去跟凤大哥说一声，便与你一同出发。司空元，你要和我同行？这不是之前就说好了吗？你替他们整理家园，不就是想用这方式完成给家人一个安稳的家，这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吗？你怎么？难道不是？总之，护你回乡也是我的责任。
司空大哥，木易姐姐，你们在这儿谈什么悄悄话？我也要听。没有。对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准备和木月一同出发去冰封天湖取原型木身。好巧，我们也是来说这件事的呢。下一的事物我已安排下去，也请师父全权监督，目前已无留在此处的必要。不便可如之前的计划护送木月姑娘去冰封天湖查探那群煽动者的下落。既然我们已有共识，不如等等大家整备下，就直接往西南方出发吧。嘿嘿，司空大哥想和木易姐姐独处的计划可要落空了。说什么？我没这个意思。和我独处有问题吗？啊，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小兄弟，小兄弟停步啊。是你有什么事吗？小兄弟，这几日谢谢你帮我们整理住的地方，要是没有你帮忙，我们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遮风避雨的屋子可待。这不算什么，不用放在心上，希望这里能尽快恢复。哦，这个嘛，一定会很快恢复的。小兄弟没听说过吗？我们这儿在很久以前也曾有过大洪患，后来有位伟大的圣人来过，为我们施下神圣的结界，消除了洪水。原来这里还有这样的故事啊。我们呢，虽然目前生活得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有圣人的庇佑，一定会好转的。哦，对了，这是我和宁儿的一点心意，请小兄弟一定要收下呀。这……司空大哥，你就收下吧。是啊，这是我大商子宁的心意。多谢。神圣结界，莫不成在昨日地道中？如果说地道中圣人所布的结界与几山玄涛起的封印雷同，是用来镇压他的力量，那么是我们不觉间破坏了这里的结界，玄涛起才会获得力量，突然现出人形。原来是当年有人使了封印压制了我的力量，难怪你找封印一解开，我就获得了化为人形的能力。你现在是用心音与我对谈，这也是封印解除造成的吗？猜吧，担忧吧，总之离我脱身之日不远了，等我出来，第一个杀了你这个卑劣小人，终于摆脱你那奇异术法的力量了。木月神情如此凝重，事情大概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吧。木月，我们现在出发，兼程赶路，几日内一定能抵达冰封天湖，取得原形木身，复生化形之人。原形木身，化形之人，早被专虚那家伙毁之殆尽。正因为如此，我才迟迟无法与季阳相聚，只能四处寻找登天之法。难不成轩辕后人没把这件事传下来？这消息是古神给的，应该不会有错。此行一定能复生化形之人，照出剑幕，返回华胥，让你与姬阳姐姐重逢。
让我与季阳重逢，你以为我会再相信你这个卑劣小人？畜生，滚！母月，我没事，出发吧。么么么。
阿父阿娘，你们都好吗？哟，难得看到咱们王子妃愁眉苦脸的。哼，我想再出去看看君叔回来了没有。这么晚了，估计也不会有旅人了吧？不如先安歇一晚，明早再出去。哼，你知道猴子为什么最讨厌平行的线吗？猴子？为什么？因为没有香蕉。冯玉，别以为你是我夫君又是商王子，我就不敢赶你出去。唉，为什么我说的笑话总是不能让人笑呢？阿巧，你知道吗？我们认识的头几天，我就认出你是我妻子了。什么？所以你根本一路上都在看我笑话？没有，那是有任务在身，贸然讲出自己身份，只会造成诸多不便，这点还请王子妃见谅。阿巧，不仅你这样叫我的小名，骗子！我，不，是我们大商，不能没有你，阿巧。只要有你，匡扶商氏的大业必定可成。什么？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臣子吗？还有你师父，为什么偏要我？或许是被你的话打动了吧，阿乔。请你陪在我身边，好吗？凤哥哥，啊，如果我是一个只需要看人外表的人，那该有多好啊！找个机会，我陪你回去紫国吧。不行，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我虽然想家。但不能为了我自己耽搁了大家的行程，一天已经够了。睡吧，明天说不定就有军书的下落了。冯玉，你睡觉啊？有什么问题啊？王子要睡了，王子妃难道都不侍寝的吗？哎，行，我出去就是。好好休息，知道吗？知道了。凤哥哥。我都搞不懂你了，平时嬉皮笑脸，有时却又那么认真，我给他这么一闹，心情好像平静了些。好，睡吧，明天肯定会有好消息的。
姑娘，这是你要的东西。嗯，没错，公子，这就是我们的定情之物了吧？放，你怎么可以随便勾引良家女子呢？阿乔，不是这位姑娘说的这样。等等，姑娘，这跟原本说的不同啊！你说，我说了啥？你是谁？为什么又怪我妻子？你这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凤玉，自己造的孽，可别指望我会帮你。看来怎么说也说不清了。这全是一场误会。人证物证俱在，不容你狡辩。
请你冷静，事情是这样的。三娘，这是真的吗？三娘，我平时对你也不算差，难道你真的？咱们回家再好好谈谈吧。哎，小兄弟，真是抱歉，看来是误会你了。那么，我就带我妻子走了。这个东西，我从外地用千金购得，是本来要做给三娘的衣服，啊，为了表示歉意，就送了你吧。司空兄弟，男人不该帮男人说话吗？哼，人家司空大哥才不像你。是是是。要出发了吗？算了，看在木卫姐姐的份上，这次就饶过你。那咱们走吧。阿巧，怎么又闯什么祸了？武器休走。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次。我刚才说，我的好阿巧，别走好吗？风哥哥，你怎么了？感觉最近你经常这样自己一个人。虽然消灭了地道中的异兽，让夏邑的人免于更大的水患，但造成的牺牲已经无法避免。为了忠心我们商国，是不是还得像这样经历无数的争斗，死无数的人呢？风哥哥，阿巧，除了夏邑，这片天空底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正在受到侵袭。今天我救了夏邑，就不能去帮助那些人，而他们的死去是不是就等于我的责任了呢？如果这是选择，每选择一次，我就在不断地杀死那些不能去救的人。怎么能这么说？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凤哥哥，也许我现在不能解答你的问题，但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寻找答案。谢谢。说起来，现在的斧头虽然锋利，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不愧是我的阿巧啊。什么你的我的，阿巧就是阿巧，别乱加刺。阿巧，等我继承商王，请商国最好的师傅为你量身铸造一柄顺手的斧头，好吗？风哥哥，你说什么王位啊？你的阿
无需讳言。父王之才仅能守城，如今这般乱世，他是没有能力结束的，只有靠我。那说好了，等到那天，你要为我打造一柄更好使的斧头。那我还有一个要求，上面得刻上我的名字，行吗？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啊。喂，我什么都没说。为了我的阿巧，天上的太阳都摘下来给你。我们走吧，待久了容易令人消沉。你们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到哪都遇到你们？肯定是这里太美，你们才又回来了吧？才没这回事，石头那个家伙该找的东西没找，累得我还要来替他收拾烂摊子。是阿奇啊，他怎么还跟着你们？不回他自己的家吗？阿奇的家没了，所以一直跟着我们。阿奇好像还挺喜欢你的。我也不知道。嗯，对了，阿奇是猪吗？太好了，阿奇帮我个忙好吗？事实上我在找一只小山猪。啊，你找猪做什么？这个请容我保密。总之我们需要这只小山猪，刚刚它还在这里，我埋伏了许久，一不小心踢着了石头，他已经往另一头逃掉了。我想阿奇也是猪，
应该很容易找到。这个推论是不是有点草率啊？沐月，能帮忙吗？他是拜托阿奇，看阿奇的意思。喂喂，阿奇，你有办法？阿奇，阿奇带着我们找东西，也不止一次了。那我们找找看这谷中的小山猪，再让阿奇判断究竟哪一只才是对的吧。啊，我可不想再被山猪们追一次。出发吧。没看过。阿奇会飞了？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就会了？快追！
就是这只吗？你要找的就是这只。对对，没错。哼，跑不掉了吧？满坑满谷的小山猪，要不是有阿奇，还真不知道哪只才是你要的。果然还是应该拜托阿奇。阿奇，谢谢你了。喂。对了，阿奇，恭喜你会飞喽。喂。阿奇刚才是真的飞了，好长一段距离。阿奇，恭喜你。再飞一次试试看。也辛苦小猪奇一天了，给他睡一会儿吧。他是阿奇。是是是。算了，多谢阿奇跟你们帮我找到小山猪，我也差不多该走了。这是一点小东西，就给你们当做谢礼吧。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他们还会再回来的预感啊。